下班下班，五点下班。哎呦我去，这一堆工具真的不轻了，一背就是一天。看今天走了多少步，哎，今天还行，今天走了5700多步，正常都8000、9000、10000。负重行军呢，戴了一天帽子，发型都压没了。今天把手指头干劈了，虽然说我已经很注意安全了，但是这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说大家做之前一定要考虑好。就这个地方整个干开了，工作嘛，在所难免。 OK， 我们回家去看 Nora、 Mia 还有 Luna。 激动的，哎，爸爸回来了，这乐的，这开心的，开不开心？哎呀，鸟哥，你先别过来，我先洗澡，我先洗个澡，我太脏了现在。哎呀，这么利索现在。哎，上。哎，慢点，别撞车了啊。哎呀，真乖。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哎呀，洗完澡了，来给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看看我们，打个招呼，大家好。我们是 Nora， 我叫小 Nora， 这是我的小肚肚。大家好，哎，真棒！我们来玩小滑梯。哎呀，来 Nora， 抱抱抱，哎。真乖，哎呀，哎呀 ，Nora 的新技能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娜娜上来了，耶！哎，我们上来了是不是？小娜娜找妈妈，爸爸，爸爸在这儿呢。爸爸那边呢？那个是妈妈。妈妈。哎，对。真的，现在在新西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最近。COVID 就是新冠病毒在新西兰肆虐，每天都2万多例，全国啊每天2万多例。身边认识的朋友呢也有确诊的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。我们家现在是除了每周必须的采购之外，基本都不出门。然后大家看我上班的时候，我都一直戴着口罩，因为有外来的承包商来做屋顶啊，或者来做水电啊之类的。然后 Nora 已经2周没有去幼儿园了，都是 Mia 在家看着她。 Mia 现在是 work from home， 就是在家工作，因为她是编程工作嘛，所以说她在单位和在家是都是 OK 的，然后在家也更安全一点，无论是对 Nora 和对 Mia 来说都更安全一点。这个要怎么放进去啊？你看正方形，要放到正方形里面。哎，三角形放到哪里面？那是正方形。这个，那这个是三角形。嘿，
那晚今天的晚餐，那晚今天晚餐，胡萝卜、面条、牛肉是吧？嗯。干饭人 Nora 上线了，来。哎呀，啊啊，哎，嘴张的老大啊，好吃啊，妈妈做的啊。你现在舍得了，我说不完，听我说啥了，你看他自己可会玩了。乱七八糟的是啥子吧？那小树叶，你说？啊，这是小树叶是吧？啥子吗？妈妈在说什么？看到了吧？嗯，你把后边那个红的是吧？对，终于拍出来了。能拍出来一点儿。我天哪，这落日余晖吗？啊，落日余晖。这落日太落日余晖了。哎呀，套着吃的了。哎呀，自己拧。他现在还拧不开。然后我们的 Nora 宝贝在喝他睡前的最后一顿奶，然后就要睡觉了。真的喝奶也是跟干饭一样，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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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刻不停歇。哎呀，小姑娘睡觉了，刚洗完澡，香香的。哎呀，睡觉觉了。